获选成为台湾观光年历的高雄内门宋江镇，今年的活动将在三月底就要登场了。而今年一样哦，是有精彩的传统跟创意镇头比赛。现在高雄市政府也特地北上，要来广发英雄帖，邀请大家到高雄来一起欣赏，同时还可以吃板的。传统的高雄内门宋江镇头现在成为台湾重要的观光盛会，今年的活动要在三月底登场，除了传统的宋江义镇，还有创意的镇头演出。结合传统与创新，展开一场精彩的武林赛事，当然还有内门的宗炮塞，端上一道道的好料理。当然在地哈有它在地的传统特色，那么但是学生的话哈，在传统的技艺上哈，那么加上现代的一些包括特技音乐哈，甚至化妆哈，那么所以让宋江镇呢看起来更活泼。中炮塞也是全国最有名的哈，最有名的，有吃有得玩。每年的高雄内门宋江镇活动校园创意镇头大赛，让整个内门充满青春活力和传承义镇文化的热血。活动刚好遇上清明连续假期，也欢迎大家到高雄来看义镇吃板桌，顺道到高雄观光。中内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